就通过啊。69条，法务部执行署协商有一个建议条文，这方面要不要说明一下？来，请。这里有发一张单张来，就是在说明一下，就是在第二项呢，原来是移送行政执行署来执行，那因为按照过节立法令呢，又不是用移送，应该用嘱托啦。那我们跟司法院有一个共识说，也可以嘱托民事执行处，就法院的民事执行处或这个行政执行署各分署来说，用两轨制进行的。那在第三项，我们增了一个第三项，就是说执行程序如果是嘱托给民事执行处，就用民事强制执行法；如果是嘱托给行政执行分署的话，就用行政执行法来处理。那后面几个第四项的部分是用把移送改为嘱托，其他的条项的那个文字书在。第69条，时代力量也有保留啊。好，69条保留。没有保留。实地没有啊。有啊。你看后面呢、啊。哦，你是你们法务部？没有啦，那执行署啦。没有，法务部现在是双轨嘛？哎，双轨用移驾了嘛？对，用嘱托的嘛？对，是不是这样？他放错了，那是共用格子，共用格子的。好，那法务部执行署的协商这一条文，司法院这边有没有问题？可以的，可以接受。那个来，那个前续部次长。上次我们委员会通过的哈，要加个文字哈。那在这执行署里面哈，如果要通过的话，就要在第四项。好，来三四。你是不是要请大家看这一张？这小单张啊，这一张是已经修正过的，你们觉得建议的修正版本就是这一张嘛？对。好，这一张就不必再增加你现在要讲的问题嘛。就是有个文字上哈，就是说在第几项？第四项。第四项的第几？倒数第三行。一啊，由资给或由资给机关或花给机关由给花给机关是吧？哎，加或花给资给的后面加一个或或花给花给机关资给或花给机关对是资给资给或花给啊是。啊，这个可以啊，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一张那个秘书长可以哈。那我们69条就依法务部建议啊，第69条的条文修正意见通过，但是在第69条的第四项啊，增加了修正，增加几个文字啊，就是由资给或花给机关。依第二项规定催告履行及嘱托执行是这样子，好，没有错啊。好，谢谢。好，我们就修正来，这个知道哈，知道哈。好，来，那我们就进行到第79条。79条，我们照民进党的协商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第85之1，我们就不予增订，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通过第89条，我们照民进党党团协商修正及司法院建议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有没有跟前面有没有干戈？你们要检查一下哦。就好好学业吧。好，那没有，我们就通过哦。第101之1。